戏来人生路，戏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斗阵的时间准时跟张磊斗阵来看戏。精彩的顾靖瑶跟林尚君，咱继续来看。昨个故事，咱看到一个小兵啊，来到林府，成功的说服了林府，将中馗临时合同的这个大林交予林尚君。尚君甲爷兄尚和皆真感谢伊。那小兵佫坦言哦，愿意做尚君红腮的后备人选。林府对小兵这个得意门生也是相当的满意，希望伊放成为林家的一份子。在另外一边，董书记找不到小兵，这个人迷路来到了游园，因为乱漫花甲游哥啊起了争执。刚好来找书记林尚君甲董小兵，在游园内再次甲顾靖瑶相拄了。最后两阵人又还是不欢离散。那顾家最近的麻烦嘛未少，顾靖瑶的表姐金姬上门来求助。因为什么代志？原来啊，伊家嘅红婿吴有礼欠了乌心的李老板五千两。顾靖瑶唔忍心家己嘅表姐沦落到互人对杀的地步，转上门替两人啊，害了一个债款。但无想到的是，金姬甲吴有礼为了钱，准备要来做李老板的眼线，偷这个顾家的情报。接下来剧情又会如何发展落去？顾靖瑶加林尚君，精彩继续。斗阵读书，斗阵游戏，真是无忧无虑。想袂到当初一分开就是五年，好佳哉，会当阁相见。对啦，苏菲姐也要甲你斗阵上京去。是，你嘛知影，伊虽然是阿姊，却袂晓照顾家己，我只有将伊扎伫身躯边。我小做伴，你就免牵挂。尚君，多谢你。客气。我是叫我跟水呢，水姐，来，我带你回爸爸。
少爷，沙爷，你按照一个海家，一个海底去。啊。提起享受甲跋筊，把你当作冤大头。我看这摆有收到，应该会回头。等因回头啊，我看马就老。朋友之间互相扶持是正理，不过话阁讲倒转来，恁家虽然有钱，去开钱嘛着爱节制。哈哈，我嘛常常安尼讲，少爷，夫人甲你取名顾锦瑶，莫。爱过一条，加上嘛是过金条，过金条。嘿，这个名是啥人起？叫做真纯粹，搁真趣味。哎，我过来听听听，最新意。你怎麼叫這個？我叫你小妖的比較有四倍，不知道哪裡去，這討厭鬼，一分不散不敢對。哼，小妖的，你怎麼看？你看，看什麼？我眼睛看啊。我甘愿做伙心去打针，人嫁你这路一枝行，我嘛甘愿
面顶啊，上好食底部。欢迎欢迎，我是做面粉来，今仔天气热哦，我看迄条花椒素，逐工在你包汤，我看无法度。小表兄，这位姑娘既然对红仔有喜欢，你不如就卖红仔就嫁娶，无定着会引来美女伊。有道理，我马上去。成功，是唔难听小姨乱言语，我看是你对红仔小断意，了大会暂时比，想必是特殊的意义。嗨，你去英语。哎呦，阿丽，我被占那济，俺就赔了钱。嗯，但是有收你阿妈的手艺，你见面可能就有机会。收你阿妈？哼，啊，一时是要去倒位找的？啊，就该去看看，你敢袂？是要去倒位找的？啊，就该去看看，你敢袂？啊，你是叫我假扮师傅去上关？猛去试一下，无定着比邻居就来钓回。看来上关要找的，就是我正义小妹。何静怡领寿司的迄个赚阮钱的，就是这个中间一定是有误会。我赶紧转过去，无定真紧就等到伊。等下，你要看的美人鱼，我百鱼。伊在倒位，紧带我去。免急免急，你甲我约一个人来三日。我才带你去找伊。你要约什么人？阿着我看死。我迄日不是伫店恁家门口拄着你。你问我有阿兄还是有小弟？我讲有阿兄甲阿姊。哦，原来你要约阮阿姊哦。不是阿姊，是要约恁兄伊。上公兄弟。
阵什么场所？今日巳时，五洞巷的十里街。好事好事，我马上转来通知。你答应我的代志，就要记哦。放心放心，进去进去，就要记哦，就要记哦。换在五洞巷的十里街。是我要面试，什么通知你？啊，拄只在门口，拄到上座的路边，听讲我是恁小弟，就叫我顺续来通知。原来是安尼。今晚到去，差无多宿舍。小弟，等我好消息。原来，伊毋是林小雅哦，
是林少爷。是啊。啊，可恶啊！伊原来是林少爷，必是无用上好之命。看到斯文的读册囝，竟是骗子，好人惊。不是，不是啦，伊是林家的二小姐。不休息，这种的员工我无欢迎。阿弟啊，是你？走囝，你慢。总卡来讲，我也不理你。对，小姐会当替我做证明。烟头好听个，拄只就是你去偷爽的时阵，你敢无看详细？看白爽的手势，我怀疑鬼个，甲细汉时阵创伫我个是同一个。你是讲是顾少爷乖，顾静瑶爱破坏，我偏偏啊将伊留落来。因两人有啥空隙，我嘛真有兴趣在。Ha ha ha!
是你，迄个伊边头的迄个伊。三文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若是要知影，你就跟我去。要去哪里？要去找林小姐啊！林小弟。扮查某做啥物？啊对。啊恁哪会唔阁讲落去？你先带我去找迄位水工。你啊，阁还乌样乌样。无样家己收。好啦，过几工，阮阿娘做大寿，你来阮家，我则带你去见迄位水姑娘。咸菜煎豆腐，谣言在先，保你啊上天，是无保你发展。啊，有见面就好，啊，有见面就好。姚哥，多谢姚哥。姐啊，唔准叫我外号。唔敢唔敢，姚哥，你安心啦，我吼，卖伫阮阿弟面头前替你讲好话。讲什么好话？啊，你唔准用阮阿弟，我甲你讲哦。阮阿姊唔那是大才女，也是大美女，也无是偌水，那是甲你迄位水姑娘相比，一个是娇君贵妃唔敢比，一个吼是气势雕像甲西施。林相君啊，林相君，看来你的真面目，我是一定要见咯。宋小姐，无对，一来你生意会晓做，二来连我分好，这三来如何？你莫管其他，即马就话上林家。小雅子，拜托拜托啦。好啦，那无我去问位小姐姐。小姐。
姑娘，你若无气嫌我话艺不精，我就恭敬不如将命。那呢，就多谢林小姐。少爷，我讲林小姐今次怎样？啊，叫伊回答是我，伊并唔知。国家上肺炎的口才，我想啊，伊一定会来。地公，你讲，等下伊若来，我应该着什么态度？查甫查某先看清楚，唔通搁共乱拍，搁乱摸。是顾静瑶的道兄，我也是到遐才知影，而且伊看到我面色嘛无好看，然后就讲伊唔话，真是一个冤苦主题。甘姑娘甲顾静瑶识识，甘讲我是女主的身份，伊也知。要哪安尼？这摆约会是甘姑娘确实有难题，也是伊安排的。我看迄个甘姑娘倒是真为难。万一顾静瑶爱甲伊刁难，伊要歪倒，就爱搁去见别人。嘿嘿，你有看到林小姐扮查某对无？万一本来就是查某啊！哎呀，我是问讲，伊扮查某是啥物风格？要不伊表现来？扮查某，唔知是啥物体？我是查某人。查甫人，看人个眼光拢无像，以后还是恁家己看到，才家己看我。哎，讲莫个咯。好啊，免问，人也无爱讲。行啦，来说说。请问江姑娘是倒一位？我就是。你是？林小姐，你我站这个位上来不哩？林小姐，你是？
为公务繁忙，袂当啊来参加你的寿诞。崔义兴每年拢有来泉州一转，一来是转来家乡制作点香，二来是为我祭寿。看来这段时间，伊真正是公务繁忙。应该是。小瑶，你手的体是甚物物物件？安尼啊，一块图像，你看，水无？哎呀，你甚物时阵有这个雅兴，为家己的图像？敢是要提起甲咱相亲？唔跟你讲，哼！哦对了，安尼啊，二爹推荐拜托你替伊制作家乡戏，啊，你出发伫当时，咱后日就去行。你甲阿娘来斗伴。咱同齐泉州行一转，是阿娘，阿娘你看，对哦。林湘君在顾静瑶的心内啊，愈来愈神秘。那顾静瑶对这个女扮男装的林湘君嘛是相当的好奇。顾静瑶甲林湘君耍落来，又会发生什么款的故事？精彩好戏，明仔日上一个时间，又原是中午的十二点，观众朋友千万唔通错过。将来继续来陪恁分享刷落来的剧情。那如果大家在看戏之外有什么建议，也用同过阮的热线电话0592530130来跟阮联系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仔日再会。